小姐，那俺以后叫你啥呀？叫我什么都行。哎，美丽啊，你这两天身体怎么样啊？俺身体挺好的。有反应了吗？啥反应啊？就是想吃酸的呀，还是想睡觉啊，还是想吃什么呀？俺不挑食，俺吃啥都行。其实你别客气，你要想吃什么，你跟我说，跟萌萌说，跟我爸妈说都行啊。 然后过两天我给你找个医生，然后做个B超查一查，确保小宝宝在子宫里面安安稳稳的就好了。姐，你说啥呢？嗯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们都知道你怀孕了，不是吗？怀孕？谁说俺怀孕了？俺没怀孕啊，俺还没跟毛鹏结婚呢，俺咋能怀孕呢？俺俩没一起住，姐，谁说的？ 谁说的？俺怀孕了？你没怀孕啊？俺没怀孕啊！你听谁说的？姐，你摸摸。哎呀，姐，俺真没怀孕。我知道。哎，豆豆姐，特别好。哎，你姐呢？豆豆姐。哎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这种事情你也好开玩笑的？什么？啊？哦。 把人肚子大这种事情，你也好开玩笑的。怕没事，把他害怕。什么害怕人哭成那样啊，毛峰？哭了。你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回事？我不这么说，爸妈能同意我们结婚吗？哦，你这么说，爸妈就要同意，是不是？那，你不要跟爸妈讲啊，你那样做的太不对了。反正我们一结婚，孩子不就有了吗？不是，毛峰，你当真是过家家呢？哎，你多大？你快三十了，你能这么骗人吗？别吼，你看你的样子，你多难看，微笑，给。 你听我说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不可能跟他做那个事情，这是肯定的。人家是什么人呢？人生，别说了，你。哎，别生气呀，姐。别生气好不好？你看，那么纯洁的一个姑娘，什么那么纯洁？毛峰。 你成天骗三骗四，你觉得好玩是吗？大家都哄着你是不是？都陪着你是不是？啊，听你一天到晚胡说八道的，这潘美丽爸妈要是知道人真是要气死她。你听我说，为什么你不这么想一想呢？这么纯洁的一个女孩，跟我你的弟弟结婚了，组成了一个美好的家庭，生了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，多幸福的一件事情。 你应该为我高兴啊，姐姐！我为你高兴，你不靠谱。你娶人姑娘，你害人家。这话说那么难听啊！我怎么害人家？我很真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，反正你跟妈妈去解释去。哎，回来，姐！别闹了啊！我跟你说点事儿，你等我。我跟你说点事儿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说。干嘛呀你？我有事儿跟你说呀。你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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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说说说。我就不能跟你说点正事儿吗？ 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来？你说，借我点钱。没有。你是不是我姐姐？不是。我跟你说正经的。不是，你要钱干嘛呀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从小花爸妈的，吃爸妈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住爸妈的，当然我一直都住爸妈的，我结了婚我就不想再住爸妈的，但我没办法。 所以我想买房子，我不想做啃老族。你以为八零后都是啃老族？不是，告诉你，真的。我没那么多钱给你买房。你有多少？我没多少，我钱都，就拿起农工做事。那他呢？我姐夫。你姐夫是开银行的呀。不是吗？哦，对，不是，对。那给个态度吧。你是我姐姐，我这事儿也是很正经的事，我不想再烦爸妈，知不知道？我是要你支持我一下。 你还认我这个姐姐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潘美丽结婚，你给我好好的，你别再给我闹了。我发誓。你要是再让我逮着一次你做那些乱七八糟事儿，我真的再也不理你了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打小就不省事儿。好，姐，你是我好姐姐。下月给你攒。哦，太牛了，姐。 你永远是我姐姐，我不送你了。